好了，马上有请吴秉承师傅示范一下这两道菜，好不好？班牙病夫。等我们赢的时候，我再来猜。等我们赢了，我再做这个动作。我会的，而且我的演技还蛮好。好，丁香三叔，腰果虾仁啊，对，请看示范。好的，一样啊。好吃的关键点，让观众朋友再熟悉一下。好，三叔本身这边哦，要加一些姜条进来，那整个香气比较足。哦，那因为里面加了一些的这个豆豉跟丁香，所以它的整个的腥味也会比较重。丁香拨进来，豆豉拨进来，那油会不会下太少？再煮一下，谢谢。好，三叔整个在炒的过程呢，它的油脂油量一定要够哦，它吃起来的嫩度才会好。甜椒的部分的大小就跟虾子的形状去走，大小差不多。嗯，好啦，香味出来了，这时候再把水放进来，哦，煨它，好，转成小火量，这个时候再就在煨这个高汤。那味噌的部分呢，你可以后面再去提味，哦。这个都帮大家挑过了，都剪过了。对，还是要切啊，都没切。对啊，我们也没切。你们有切吗？没有切。那可林，我也没切。先放点进来。嗯，这么一点点就够。你不是用什么把它融在水里面，直接用它的白味噌的汤水来煨不行吗？也可以，可是我直接拨进来就好了，在这拌一拌就好了，因为它只是一个提味而已。好，我把它开大。你才放个小汤匙，我放了个大汤匙。对，你要试它味道，因为等一下这个豆豉有咸，豆豉的咸味会不断的跑出来。那小鱼干也是咸。嗯。你刚吃还觉得味道不够啊？味噌感觉可以再来。来，刚刚蒸下饭这边做得很好，加点盐，加点糖分进去。对啊，因为其他都很咸。对，蒸下饭这边。想到我没有加盐，这么早就忘了。刚才呢，夏雨乔讲了一个观念，说白虾特别容易糊啊。对啊，它跟炒虾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特别糊，所以使得那个油温呢不能太低，对，以免造成虾的口感不佳。是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，耶，做对了。噔噔，你反而你开了背之后呢，你油温比较难掌控。哦，那因为开背它比较容易熟，那这个虾子本身又小条，很容易就会糊糊的口感。嗯，很小一只。姜油，你拨，咸度就够了。这么快？它咸度够了。快哦！哇，好可口哦！倒菜，一点盐巴，味道，胡椒粉，盐巴、胡椒粉，对。还有下点别的什么吗？蛋白，哦，这个没有下米酒，米酒下了，他刚刚放一些些的蛋白进来就好。嗯，抓一抓，这样就已经很精彩了。最后再下粉哦，拜托各位，很多朋友家里面在抓腌这样的东西，抓粉这个事情是个非常重要的技巧，粉一定要最后下，看有冒泡泡，有油温蛮高，对，这个也要过油，腰果先下，嗯。腰果下来之后，你看这个油本身它变浊，对啊，腰果本身的香味就在这个油里面，会不会焦掉？不会，它不是带，哦，下一个往后推，哇，腰果颜色好漂亮，很漂亮，哇，因为它只有带那么重的糖，所以不会黑啊，不容易黑。你看这个油是香的，有这种事，嗯。用这个油来炸虾，嗯，漂亮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漂亮，就是这样，这么快，好，这么快就好了，就
这样子。那还要炒啊？等一下还要再炒过。所以这边只能不能超五分熟，不能超过，不可以。不行。好，香油。它超过五分熟，这边再做后面后续这个组合组装的动作的时候，就会过熟。这边有个高汤跟水做准备。不用再勾芡了吧？芡汁的部分，等一下虾仁进来，它的本身的芡汁就会跑出来。嗯，应该得几个都会哈。嗯，只是有可能跑出来。哦，那你刚才是比较稀的。因为我粉腌下的时候没有全放，我留了一点点。虾仁进来。真的，就在里面做调味。真的，陈哥，有时候做菜真的有时候。做久了变成习惯，可是真的在做每一道菜，真的要想想，一道菜里面有那么多食材，每种食材它的特性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对，要而且时间上还有它的顺序上，真的那个真的要，对，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。做菜好不好吃跟它的流程有很大的关系，对对，顺序很重要。它好了，香油，我关掉。加好了，我们这么快啊？对啊。哎呦，这个做的好漂亮，哎，漂亮漂亮，来上桌品尝一下，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的颓势给扳回来。准备就位，第二决定关键就这两道菜，对，先吃吴秉承师傅的示范。好的，好，腰果炸过比较香，哎，嗯，好吃。刚刚你们是7-0大胜，先吃你们的，来。哎，不要客气。谢谢。哎，好吃哎。OK 了。虾仁也是脆脆的，不错，味道还蛮香的。对，它油温掌握的很好。来吃看看。你吃看看嘛。不用客气，我们自己拿。我们赢了。不可能。不可能，虾的香味、入味程度。很好吃，一种味道。不会。腰果都有一种味道，腰果，腰果味道。胡师傅的，三叔，来三叔，叔，三斤哦，嗯，好脆啊，好夹呢，嗯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，好吃，纯粹吃你们的，这是宜君煮的，各位不要怕，来，不用强调是我煮的，比你想象的好，比我想象的。很香的三叔，这里来，陈哥做的，好吃哎。